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ay， 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 今天呢，要带来一套15分钟高强度的下肢燃脂训练。那这套训练会主要针对我们的下半身肌群的肌力，中间会穿插一些跳跃的动作来提高你的心率。这套运动需要什么呢？什么也不需要，我们利用自体的重量徒手 OK。 在开始今天的训练之前，想要跟大家推荐非常厉害的 APP， 叫做女力 APP， 是专门为女性所设计的健身 APP。 这个 APP 呢，它的版面非常的优美，赏心悦目。那点进去呢，有非常多元化的客制居家或者是健身房的课表，无论你是初阶者或者是进阶者，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训练菜单哦。那妹自己的话，有推出8周的居家初阶翘臀养成，以及4周的进阶翘臀挑战跟魅力体态课表。所以初阶或者是进阶的朋友，你想要在家里 follow 比较系统化的课表，欢迎加入女力。如果你对动作不太熟悉的话，不用担心，每一个动作都有清楚的语音示范，而且还有像是省时训练，每一周的挑战，让大家每一次在训练的时候都有一些动力来源呢。最后我觉得很棒的是，如果你是女力的一员，你可以在女力的脸书社团分享自己的训练经验，一些 struggle， 和上千上万的女孩一起交流，成为朋友。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女力 community。那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训练吧。今天的训练总共会有12个动作，每个动作40秒，中间休息20秒。第一个动作是抬膝跳的停留，3个抬膝跳之后，停留在半空中，尽量将你的膝盖抬至腹部的高度，收紧你的核心。这是第一个暖身动作。很好，最后的10秒。3、2、1，好，中间休息一下。下一个动作紧接着来到横向的深蹲跳跃，是非常炸裂的燃烧我们下肢的动作。两手可以顺势的将身体带起，往左往右的做轮流的深蹲跳跃。下蹲的时候可以慢，上台的时候有力量一点。加油，最后的15秒，保持你的呼吸。很好，3、2、1，臀腿有感觉暖起来了吗？深蹲走的变化型，先从右脚往前往后不断的刺激我们的臀肌，接着再换左边，重心请帮我一直维持在下方，持续的运用到我们的臀腿肌群，尤其是大腿前侧以及臀肌。你已经会开始感觉到酸了，加油，坚持下去。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好。稍微喘息一会儿，下一个动作，请给我跨步蹲的预备姿势。待会我们做2个跨步蹲的停顿，接着抬膝，请注意不要同手同脚。注意两脚的站距不要太窄，
让你后脚的膝盖快要碰到地板。完整的下降，刺激到我们的臀肌，接着吐气，很好。最后的十秒，接着我们直接来到左侧来进行 Ready, go! 下蹲的时候可以慢，我们不求快，上半身保持稳定平衡，吐气起身。非常好，最后的十五秒。3, 2, 1，太棒了。稍微喘口气，待会来到稍微会比较喘累的跨步蹲的跳跃。三个跳跃之后，可以稍微停顿一下，喘口气，接着往复这个动作，运用到我们臀腿的爆发力。开始累了吗？剩下最后的十秒，坚持下去。调整你的呼吸。你已经来到今天训练的50%咯。下一个动作，来到侧跨步蹲的变化型，先给我一个宽站的站距，将我们的重心轮流的往侧，屁股后推，多感受到我们侧臀肌的发力。推的时候，屁股可以一夹，大口的吐气，很好，最后的五秒。接下来的动作也是比较偏缓和式的，轮流的往侧做一个深蹲，接着两手顺势的上抬，举至我们的头顶上方。抬手的时候，核心收紧，让我们的屁股往后坐，重心不要往前哦。膝盖可以外开，多刺激到我们的大腿内侧。很好，最后的五秒咯。稍微喘口气，待会是稍微动态感的 X cross 交叉跳，我们的两脚轮流的做一个交叉，双手顺势的往前带起，做快速的交叉腿。
cause I'm young. I don't see a single fucking problem when I'm numb. They don't wanna start no fucking problems when I'm on. Gonna be here a while cause I'm motherfucking young. Take it like DMT, I slide in like DVD. Yeah, they never fuck with me. 增加我们的消耗以及心率，加油，不要慢下来。最后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非常好。接下来会是徒手的单脚硬举，非常仰赖我们的核心平衡。下方的脚可以微微的弯曲，上身往前的前倾，保持身体的平衡，后脚顺势的抬高。可以的话，可以多下降一些，不用将下面的膝盖锁死哦。你会感觉到大腿后侧以及屁股都会有刺激到的感觉。三、二、一，很好。做完一边之后，直接换另外一边来进行咯。要注意的是，我们的骨盆要保持正直，不要歪斜，会有一点点晃是正常的。将两手延伸出去，让你的核心保持稳定，并多感受到大腿后侧以及臀肌的发力。最后十秒了。先帮我将两手慢慢的爬到下犬式的姿势，双手推地，髋向上的提高，脚跟找向地板，放松我们的腿后侧以及背部，很好。接着一脚往前一带，并往后推高。将我们的手肘落地，左腿向后的延伸，尽量让臀部下沉，放松我们的腿部。接下来给我一个跨步蹲的伸展，右腿可以微微的下蹲，左腿则向后的延伸，
一边做完之后，接着我们换另外一边进行。一脚抬高，接着来到我们的左手的外侧，手肘下地，让我们的臀部尽可能的下沉，放松我们的髋。再给我一个呼吸，很好。接着我们起身，让我们的重心往前，后方脚尽可能的延伸，保持我们的身体稳定。接下来给我一个前弯，两脚可以轻松的动一动，让我们的腹部内收，多感受腿后侧。下一个动作，帮我慢慢的躺在瑜伽垫上，将我们的右腿放在另外一边的大腿上，双手从中间穿过，抱住左小腿或膝盖。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放松我们的臀以及大腿后侧，左右可以轻松的摇摆。好，我们直接换另外一侧来进行。可以的话，将腿抱向身体更多，加深臀以及腿后侧的伸展。接着维持躺卧的姿势，左手轻扶右腿向左侧的扭转，放松脊椎以及臀部。换另外一侧来进行。最后一个动作，抱着我们的膝盖，左右轻松的动一动。感谢你跟着我完成今天的训练，今天的你很棒哦。这一套训练呢，虽然短时间，但是可以非常完整的训练到腿部肌群，然后最后面又带大家做一些完整的腿部伸展。那希望呢，这个训练可以帮助，尤其是在大吃之后想要快速消水肿的各位女孩们。那如果你有完成这套训练的话，给自己一个掌声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